在台湾世大运选手村的四周，可以看到许多的外国选手和工作人员，他们到这里其实还会到大卖场大肆采购，而且不少人还指定要买台货。 陈列转接插头和变压器的商品区围满人，购物推车里卫生纸、地垫等等，不止生活用品。台湾专区的凤梨酥、方块酥也很夯。It's different, so we want for the iPhone. Nous voulons aller au marché de la nuit pendant notre séjour. 原来选手依规定不能外食，只有随行的工作人员才能大肆品尝。不过买份伴手礼也能回国享用，送朋友。只是台湾人习以为常的挂耳式咖啡包，对他们来说却是满头问号。You can try. I put it here. I put the hot water. The drink? I would probably put it like that. You're so smart. 研究了好久才知道，原来是将两个挂耳放在杯缘上。原来挂耳式咖啡最早是从日本红到台湾来。Leia is so sweet. 浪英文叫卖，卖场乘胜追击，推出台湾水果分装服务，包括现切凤梨、西瓜。 放入茶叶、现泡手摇饮料 ，menu 上特别标示英文名称。业者调查海外游客销售榜的前三名，除了珍珠奶茶，还有百香绿茶、台湾水果茶。Is your first time to try? Yes, yes. Qué rico. Do you like it? Very nice, very nice, very nice. 世大运开赛进入倒数，涌入各国选手代表团和观众，周围量贩饮料店端出台湾味吸人气，大抢世大运商机。记者华少平、李文科，新北市报道。